刚有一个老头说他不安，这个吗？哦，难道安又见？哦哦，竟然是这样啊、哦！可以打他吗？这可以贵人按物件哦，所以对他按安神父了。哦哦，感谢 AK， 聪明哎，一只羊养只羊。不用吧，然后呢？就这样吗？哦，这个线索还可以再拼一次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然后呢？要把他叫起来吗？要怎么叫他？他只放橙子的味道。啊？橙子的味道，橙香吗？变迁。所以这边哦哦，我拿到金子，那金子要给谁？好、哦，重点是金子要给谁？推他下水。哦，选他就哦，选他就不一样嘞。他是变态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那还有什么？哦，这条是他的哦。哦，哦，可以跳下去吗？不行。OK。哦，朽木剂对他用。哦，我什么点的？其实。这个是线索，是说这是他卖的。每个点点看。可是那个，那这个会给他吗？哦，可以给他、哦。哦，把朽木剂哦，无毒无给他喝啊，得救了啊！谢谢你啊，大爷。作为谢礼，我手上这个戒指就送你吧。这上面的宝石也多少值些钱，我这就将它取一下。糟了，不但取不下，还越弄越紧呢、啊。谢礼就免了吧。这戒指明明不是金属制啊。怎么还那么难拔？不好意思啊，若有办法将戒指取一下，我一定在上面的宝石赠予你。好，那我怎么把它取一下？只好摆你。应该是弄什么油之类的吧？给波波看这个东西，平安符。
束手预备。哦 ，OK。哦，这个玉佩是可以增加30的伤害哈，而且还可以强化。强化的话，我需要材料 ，OK。然后这个用完了可以打碎它。奇怪的膏状硬块，素液胶。再来一瓶，不会是跟他换吧？好 ，OK， 然后不可以出去，感觉是跟那个人换。啊，塑胶是给他的吗？这个不是哦，他说如果可以干燥的话。这个应该是他的吧？那怎么还有啊？所以这到底是干嘛？不行，但有修复木头的功效。这样木质的话，这样的液体哦，再撒上去就对了哦。原来如此，夜明珠。OK， 好，所以这边的事件应该结束了。那夜明珠是装备的吗？对。生命加4 ，OK， 就拿到一些饰品这种东西的。好，那我就偏要推你。OK， 但不是他。你是在告诉我扫地要弄使劲扫比较好吗？啊！你怎么把我扫把弄坏了？我懂了，是光明之城派你来告诉我，用什么扫把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虔诚的心，对吧？那同样道理，有没有扫地根本不重要，只要有虔诚的心就好了，对吧？太好了，这样我就不用扫地了。你只是单纯不想扫地吧？为了感谢你告诉我这个大道理，这个就给你吧。先聊完，既然不用扫地，那我就好好去睡。我是说冥想啦。我是没按的、欸，原来是这样子哦，哦。丢到火里面啊！哎，试试看，丢这个塑胶。好了，塑帛。常见的树液凝结产物，犹如宝石般漂亮啊！我知道了，这个宝石是给那个女生的。哦，这个就比较好推理。你在找找宝珠，是这个吗？对，就是这个，你在哪里找到的？我是在一瓶银瓶里找到的。前面不是有个卖银瓶的人吗？啊，你是说教主特许取舍的光明神使大人啊？嗯，是教主特许的，难怪他可以在附近取水，还深深受我祝福。既然他的水有经过光明之神加持，代表水源是取自于附近吧？你的宝珠将掉在附近的水里，不是被他取走，掉到银瓶里。也是相当有可能的，不过大概因为泡在朽木记忆里的关系，树脂宝石融化烘干自然就恢复原状。
原来是这样，那这个宝珠已经经过光明生死大人的加持，一定更加珍贵，我可要好好说着。对了，光明之神叫我们要感恩，那这个就作为谢礼送给你吧。出自假作。OK， 我推理线索好了。伪装自己，这样失败吗？不会。可是这已经100%应该是没差吧。对啊，应该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这钥匙到底是干嘛的？一直推它会怎样？一直推它真的会有事哎！都你啦，害我掉东西了啦！我还以为只要推一次就好，我听一剪就是了。这是。近日找个时间点，将后面的桶子中的那家伙搬下山。他消失太久的话，会有人起疑的。别动啊！拿我东西。后面的桶子吗？真是的，现在的新人怎么那么没礼貌？哦，是不是观众刚才有跟我说里面装尸体啊？哦，原来是要推他推好几次哦，好像是这样哦。好，所以这跟这个婆婆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原来如此，那中间这个人怎么不见了？直接被你猜中哎，太强了吧！赶紧买乐透了，那我要怎么？直接点就好了。这是屠夫吧？好，帮他找衣服，还是说对着他？没有啊，不会给我衣服啊。原来是用西瓜皮给他，西瓜皮可以当衣服。我刚才想半天，用西瓜皮给他啦，什么啦？他刚刚说西瓜皮可以治烫伤，那我想说会有人烫伤，然后用西瓜皮帮他治疗。结果你居然叫我用西瓜皮给人家穿衣服，害我去绕了一圈，我真他妈无言。浪费我时间。感觉他的身材很像陈寻简。好丑。有变态，法王心经，人行进时可以行气攻敌，远时可以运气护体。哦，感觉不错哎。get， 赞哦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法王心经的那个。周围有敌人只需要12%攻击力，那这个是提高伤害，恢复内力。气弹八步。好，我们试一下，出试一下。吃我一刀！可以，可以出声，可以，还可以点燃啊，点燃一下，白痴哦。是大爷。
我先把他打晕了。只有这点本事。手怎么突然使不上力？莫非是昨天数钱时？然后这出事，是这样吗？不行哦。那这个到底是干嘛的啊？没有用。哎，好，吃我一刀！我们不要他晕眩的时候出事给他。死路了吗？对啊，为什么不行？应该可以吧？没错啊！可恶！不行！好，巡检给我这东西的时候呢，因为钥匙……哦，注意他背叛你嘛，用这个，我用这个，一般来说应该选这个的时候。那是信徒上供的金玉药，不对，这跟巡检有什么关系？是没什么关系。只是这钥匙很特别，或许能从你口中套出来历。金玉钥匙吗？我记下。哦，只是一个。哦，这应该是一个可以卖东西的吧？是吗？巡检给了我的东西，是这个才对。那是紫金粉的药丸。啊，就这样子啊。OK， 好，得到一个东西了。好，那我们剩下后面剧情都一样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刚才那个金玉药就可以留下来了。然后这个不知道可以干嘛的，可能有些价值，就是卖一些当前用吧，大概是这样子啦。好了，今天这一集就到这边了。